会更为流畅。对，目前好像只有野兽哦，他的攻击篮筐欲望比较强烈。这个刺探的时候，三分外线也是空心。哇，防守的大个子掉了出来，反而落了篮下的路易斯啊。哇，志杰一开始的攻击欲望是没话讲的。哇，收下来，第一节还有四分钟。哇，这个得分效率还是蛮高的。赖廷恩外线的投射，哇哦，两队今天火力全开啊！勇士的这个三二联防哦，其实在前面干扰球做得不错。哦，这个传球够水准啊！廷恩跟强森，就砍进了三分外线。现在博智要扛小夫，远边。勇士队的出手也够大胆的，赖廷恩的第二下的六分啊，都是在几个错位跟篮板之后的第二波攻击。塞瑟夫在外围，这是一个 long two。这个球传的有点太低了，被落边的桂宇给判断到。之前有一个把三分的机会 ，nothing but that。哎，被赖廷恩给偷走，神偷大盗来不及回防的强森直接灌进。哇，曼尼高刚这一波防守，野兽先带出来。等两位洋将来到场上，这边机会再次灌篮，又是强森，哇哦，跟赖廷恩，在这一波的勇士的乱流哦，能够把防守给守住，赖廷恩的助攻来到第八次，给到弧顶的强森，郭书豪现在并不在场上，外线强森，哇，这个三分球哦。桂宇，对方沉队之后被他拔进一个三分，要办法给解决掉。嗯，尤其今天他们只得了66分。